民众拢徛做伙，唔知影咧看啥物，一问才知影，这个红色的塑胶篓盖内面装的是番薯，不过并不是普通的番薯，是比一般更加大十几倍。围观的民众也拢表示，只是人唔捌看过。我长那么大，没看过那么大。我也没看过这个。对呀、啊，那是什么？那阿伯种的吗？番薯吗？对啊。你有看过这么大的吗？没有。对，很难得了，没有看过这个。新奇的，哎，真的很新奇。你有看过？很特殊没有？很特殊呢哈。没有整串的葡萄，如果拿这样像算像葡萄嘛哈、嗯，对吧？一颗一颗嘛，整串的葡萄啊。你说它不像地瓜、哦？它长得不像地瓜。没看过，这么小，就那么大。比一般番薯搁较大，民众也开始好奇伊的重量，所以就提来磅看卖。应该是三公斤、四公斤、五公斤、六公斤、七公斤啊！刚好是七公斤啊！这个番薯竟然有七公斤，当初发现伊的长势，很表示这番薯其实是要吃番薯叶，所以有一段时间都无去注意到土里面的番薯，当发现的时阵，都已经这么大条了。很重呢！哎啊！这个地瓜好像奇怪，我们也有的一部分是种了吃那个叶子哈，哎，说这奇怪，怎么这个地瓜怎么会这样子？结果也拔来拔去也很大，他就拿回来了。嗯，拿回来我就说哈，暂时给他保管呢。他怎么会长这个那么大一个地瓜？我不晓得，跟没我我没见过啊。我会知呀，安吉我会知呀，因为我种的，我定在种啊，我也无看过啦。这么大的番薯真的是非常稀奇，连吃到八十多岁上世纪都说没有看过这么大粒的番薯。不过最后要如何处理，是要吃掉也是留作纪念，因说先留下来到时候吃来打算。记者吴元平采访报道。